电视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将五入转为道用，于无同等或下士，虽以傲慢作五入，无恭敬比如上师，恒顶待世佛子行。人对于在各方面跟我同等，或者是不如自己的人，如果因以傲慢的心来侮辱欺凌我，我不但无生嗔恨心，应该把伊作为上师那一般来恭敬行事顶礼，并且应该反思是不是在平常时的待人接物中伤害了别人，即使无嘛是宿业现前，现在正是行者的时阵。所以修行人应该修忍辱度，把侮辱转为道用，这是佛祖行。将衰弱转为道用，贫穷横被他人欺，又遭重病及魔障，众生诸苦几代受，无却若是佛子行。一般的人遇到顺缘的时，容易升起傲慢心；遇到危缘的时，容易生惊吓心。这两种心都要对治。
尤其是平常时业障现前，家己无食无穿，又搁做病苦加魔障，同时搁爱受别人的欺负，这个时的家己应该观想众生的一切苦难由我代受，自然把威严转为德用，面对痛苦完全拢袂惊吓，这即是大乘菩萨的行为。将盛世转为盗用，众人恭敬骗荣誉，财物量如多闻天，然知寺庙无实意，无有骄傲佛子行。若是有众人恭敬，名句也会传遍十方，财物富如多闻天主那一般，这些世间福报都是无可靠的、无常的，并无什么可执着或者是骄傲，爱以平常心对待。将称敬转为盗用，若为降伏自称心，外敌虽伏又增甚，故以慈悲之心君调伏自心佛子行。如果无调伏家己的嗔恨心，必然会甲人结怨仇。但是，抬掉了家己万分的敌人，又搁会拄到后来为伊复仇的人，伊伫子孙争斗不息，使嗔恨心愈来愈精盛。
但是如果以慈悲心来调伏家己，那呢外境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。将贪尽转为盗用，一切妙欲如盐水，如何享受贪悦增？于何能生贪心物？顿时舍弃佛子行。世间一切妙用药露，就参存嘴大时饮盐水，愈饮愈嘴大，愈享用愈生贪心。遐个凡是予家己生贪心的财色名食等，应该顿时舍弃，令其不再复生。断除家己的贪心，是大乘菩萨道的根本。以上是两种菩提心中细小菩提心的学处，说下来是圣义菩提心的学处，分两方面：立定时观修离喜不执，出定具贪嗔时远离实执。定时观修离系无执，一切现象为自心，心性本为离边系，顶悟彼诸二取相，不作意识佛子行。
一切所现的现象，为是家己的心，离心的本体，远离八边戏论，这是大中观、大手印、大圆满的秘义。所以，令我远离灵处的心，甲所处的境，这两处的体相，心不着意，是大乘佛祖的秘行。出定有贪，清时远离实执，又搁分两个方面：以贪境离实执，观想一切痛苦为幻境。于贪净离实执，慧欲越意之尽时，当是犹如夏时红。虽然美妙然无实，断除贪欲佛子行。遇到怪异的外境，如人或者是物定，应该看作是夏天的彩虹。虽然十分美丽，但无长久。认识到这点，自然会淡化，断除因而升起的贪欲。想一切痛苦为幻境，诸苦如同孟子死，时值幻象及劳累，事故遭遇为缘时，是为幻境佛子行。
欢呼拢是因业报而来，必有其痛苦。这个痛苦，如同少女忘记家己生了一个囝，然后囝又搁不幸来死去，迄种悲痛又作同款。其本体拢毋是实有的，只因为将其实执为有，自心则深感劳累甲痛苦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梁武帝一日寝席之际，梦中高僧化现。高僧嘱托皇帝，当嫉妒六道四生，众生受苦无量，水陆之法广披法界。于是武帝命宝智禅师披览全经，撰写遗文，成就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圆融殊胜仪轨。此时漫天宝花纷落，证明水陆仪文功德不虚。仪文编制几经修改，成经水陆仪轨绘本。净土院的水陆空大斋盛会，延请诸佛菩萨及诸位圣贤僧，为十方水陆空六道众生及家族历代祖先过往亲眷，献上最真挚的祝福。净土院诚挚邀请大众共同发心成就，参与汉传佛教最殊胜的水陆空法会，感受庄严肃穆严饰的坛场，沉浸于最真挚动人的梵韵法音，为亲眷和师友献上诚挚的祝福，成就利益十方众生的法界善缘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，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，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
期间日期视疫情状况另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言造成诸三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谨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释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传说中，从西元710年奈良建都后，当时藤原氏的守护神便骑着白鹿迁移到现今的春日大社。自此，奈良的鹿就一直从那个遥远的年代一代一代繁衍安养生息至今，成为奈良的标志。奈良的鹿被尊为神的使者，受到百般的呵护，并被人们称为天然的纪念物。佛啊，在前往春日大社的路上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四处自由走动，漫步在马路上和奈良公园草地上，或趴或卧的鹿群。天生保护机制下，皮毛底下多了一层过冬的脂肪层，使皮毛看起来有些杂乱。此时的鹿连脸都变圆了。鹿群平日的食物，除了奈良公园内的草叶之外，还有特别为鹿群制作的鹿仙贝，提供游客购买喂食。鹿仙贝原料只有小麦米糠，不含任何的调味和油脂，是奈良小鹿最爱的美食。没味道，真没味道。小鹿们的悠悠漫步，跨越了时空洪流里的动荡不安，为古都平添了一丝安然平和。子曰，山的呼唤